所有的人拢认为我对阿姨上超过，赶紧替因太神，讲迄句实的根本无重要。我爸，你敢知影？我这做了后生，这么唯一，让天母妈讨的公道，竟然只是一句实的，最后我讨袂着，我真正真正感觉我见笑的。 无安尼啦，爸爸甲你回信咧啦，我代替你来，甲你回信咧啦。当初的时候，我若卖去香港出差，帮你妈妈甲你在台湾，伊就袂拄着迄个死囝。拢是我无好，拢是我唔对啊！你爸爸，我从小管伊管了我，你讲啊，爸爸啥物代志拢愿意做。爸，你咪逼我做不好主。爸，啊，留给你弟好不好？免叫。 叫咱爸甲深情个下昏，小王甲做啊，最后悔甲怨恨，我真正无希望做啊，咱变安尼。所以爸，即马就安尼，以后安怎？书记主任，什么的书记主任啊？我以后，你即边爸爸，啊，你莫对我讲一句话好无？ 我的天咯，心肝我寒，听你知无？我心肝足疼的呢。爸，我知影，我真正知影，不过想到你要这么坚持，你明早硬带我回去，会引起一个风波甲问题，你想到你做些麻烦，你会为你心肝的情绪好事啊？我袂当阁失去你一届啊，绝对袂当，我袂当阁失去你一届啊啦。 对呀，对呀，爸，你敢知影？你是我这世界上首要的、首爱情人。 祝你一世情哦，爸爸的心都跟你绑做伙啊！你若真正要离开我，我看我这条老命，万死个去找你啦！你敢真正忍心？你看到爸爸安尼为你烦恼，为你死个走走，为你安尼无食无，为你安尼伤心流目屎？不要，我爸爸拜托你好不好？ 你卖甲我单调，无要走我好无？你卖离开我好无？温柔，你不爱叫我大嫂不要紧，我绝对袂勉强你，因为恁哥有交代我，叫我较让利的，所以。 你有哪卖伫遮浪费时间，跟我搭出国啦？赶紧看妈，你敢毋是刘富明亲卫队上场的人啊？我惊讲妈小等的精神了后，看到的头一个人毋是你，安尼就害啊！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我阿婷妈，毋是做表面功夫。哎，我好啊，阿姐，什么好啊？你敢无听到？伊即摆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针对我。 就是因为我听到志翰甲志翰上亲手在遐哄糖，恁妈甲差不多嘞。我未听到，我又就听到恁的声，啊，你是安那？是惊妈妈无法度清醒，安尼较大声嘞哦。无好，刚才恁爸无伫，无你咧冤家哦，伊就搁阿站。妈，是嘞啦，你怪我啦。因为我足艰苦的啊，阿姐常常误会讲我对志翰无用心。 我想袂到做伊苦嘞，算唔只介意伊两句啊！哎，亚姐，你莫安尼误会你的大嫂啊！你比志翰你付出较照顾，其实阮两个阿妈拢看在眼内，也做感谢的。尤其是我，就是因为志翰自细汉拢是你咧照顾的，所以才活哩。这几年也毋是你甲妈妈替我担起做爸母的责任。 我看我一个人嘛是无法度啦。
哥，你安尼讲，就是把我当作外人啊。我有讲过，志翰这个囡仔真有我的缘，我嘛是伊亲阿哥，所以我疼惜伊爱伊，才嘛天公地道。其实想想，阮志翰嘛是做好命的，有你这个姑姑伫咧身躯边安尼照顾伊，这尼啊疼伊。啊是讲，唔得好加再养一个无家己的囡仔，我也不恐惊咱子汉会当享受到的亲情，唔得爱拍折啊！啊，是的啦，你唔要阁误会我，我唔是迄个意思。哎呦，我家己哦，叫家风都已经要一年啊，肚皮还阁无消无息，嘛为着这件代志，阁阿娘阁阁阿变的。我是也无迄个立场讲这话啦，拢是我自己嘴毋好，实在是有够袂晓讲话。姐，你莫后白想啦，大家拢是一家人啊，哪有可能超过去伤害对方的对无？我要回来。爸，有人客要来，咱原想讲是敲一通电话。我们才有时间准备啊！那好意思有人客在那等。金玉，你跟阿兄讲，有人客来，赶紧泡茶。拄好就好啦。我邀恁小弟呢，讲虽然安尼挑到半千分，有人为难啊。半千分的人不是我。听讲有人想要倒转去做陈文瑶，无想要面对我的妈妈，嘛无想要看伊面色吃青。我有在想啊。伊即摆打入来，咱老家是啥物意思？哥，你敢袂当好好讲话，敢一定爱这么酸啊？安姐，你妈妈安尼讲话，你敢知影？恁大哥昨暝知影厝内底出状况了后，伊是足紧张的。若毋是因为伊之前出车祸，造成我足侪阴影，我坚持甲伊挡落来。啊，若无哦，伊连半暝半都是病倒来啊。所以现在有情绪也是正常的，你要较体谅伊的。我无体谅伊，啊，不过我就是其实袂当怪哥，是有人靠说有爸收听，看到妈连叫嘛唔叫，这款的态度真正有人看袂落去。爸，我看也莫勉强啊，我是你莫阁讲啊，我不准你离开啦。不必啊，经过一暝。你蛮该顶起落来，我刚才问你啦，我要要求你跟伊妈妈回信的，你敢愿意？你真正有够嘞，啊？比你妈妈搁较有手段，唔免开嘴，一个眼神就有人拼性命在替你出头，我真正是看轻你呢。是我在问你啦，你莫针对文瑶啦。因为我唔知要哪应呢。昨昏我讲得真清楚啊，丁伟宽的死跟我一点仔关系都无，我这世人嘛无可能甲伊后生回失的。我无做唔对，做唔对的，是偷吃变心的你，也佮有迄只手人阿婿狐狸精。你莫去提我妈的某人为难爸，我即摆就当甲伊讲，我马上找人定裁我妈的某，请你以后莫去提我妈的某，做文章啊！好啊，我来处理。吴爷，鬼官的代志，我早都甲你解释过啊，嘛甲你回信的啊，咱就莫来一点哦，要炒恁饭啊啦！是虾米人咧炒恁饭啊？是甚么人一直在逼我爱甲回信的呀？哦，既然你这么无存求，那呢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啊，不过我嘛有我的决定要来宣布。文瑶这个后生，我是无可能放弃的。你只为着要表示我对伊的重视。一个月后，我会召开记者会，这是对社会大众
阿小文要的身份，而且为着要伊真真正正会当成为咱罗家一份子，我嘛将我名下5%永兴集团的股份赠予予伊。5%敢袂用诶？你妈，先别激动。你即摆是搞我当作啥？啊？你安尼叫我去外口是要安怎啦？是你先无搞我，好心当作一回事。你甚至逼伊离开我呢？我无法度只好做即款的决定啊！你答应我，接受永兴的股份，伊就特别甲罗家做伙啊。到时阵我才看。有什么人会当搁甲当作是外人？你真是假死人的一辈，莫怪。无24点钟你就送回来，安哈？是蔡兴提什么饼给你写啊？好，你搁是你家己有机会，咱搁家风就永兴集团接办你的位置。不是你的物件，就算你敢借来，我无光彩，总有失去一天。啊！不过，咱属于你的物件，谁拢抢袂走，早晚讨回来。为了证明爸的眼光，我决定，我绝对会全心全意为了永兴未来发展打拼。你卖离遐咧哦，有通吃搁加咧害啦！我唔肯甲你回信咧，你着想空想胖，你还甲我假好，我硬好，我歹看，你真正是有够小人的咧！你万免欢喜啦！当初蔡英给你吃死死，你就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有我在的，你别笑想啦。阿姨，你真正对我误会足深的呢。我真正一个字一句话，拢无甲爸讲，爸就主动我五百的股份啊。所以我希望想通啊，我硬要感谢你。你愈想要甲压落底，对我来讲，真的愈有利。一摆是5%，后摆还剩着10%。你咧水面的啦，我早都甲你看出错了啦。来临做开宗，根本就是六月挂彩叫有心，你是要替你妈报仇，你才转来啦？是要搞我无道？是要想我家风继承您的位置？困莫困，你莫迷茫啊啦！阿姨，咱交情到这嘛，你也真正亲像你外表所看起来。这么欠卡，那呢？你的股应该要有危机意识才对。你讲我无唔对啦，我回来就是为了报仇的。我这只龙已经入来恁家啊，你若是讲唔知影悔改，我也无少代价，甲任何会当帮助力量甲势力合作，最后会有什么结果，你绝对想袂到。哇！你抓不起的。搞点呢？我老虎面不是讲黑家大汉的，你都未出一只狗，搞出一个嘴在那飞啦！你的野心哦，怎么叫蔡英给你看破下手？你再等你看，我会用我所有的力量，把你这只龙，你这只鬼，把你轰轰出去。你爱应付的，他们只有我尔。你只要卡打电话，我们再死我了。